你神经病吧你！你还真跟你妈一样，给钱都换不来一句好话。你把卡号发给我，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。子秋啊，钱难道会沾手吗？你除了上课就去餐馆打工的日子，也过了几年了吧？你该知道钱有多重要了吧？爸爸一直等你回头，你就服个软。我当然知道钱的重要性了。 只有自己挣钱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，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学到的道理，你懂吗？不，你连贺梅都能原谅，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？你老提他干什么？我都不认识他。那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花了？打电话来骂我。什么？子秋啊，算爸爸求你的行吧。跟你道歉了行吧？你说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子秋。 你找也不是办法，月亮，您跟唐子先回去吧，我跟今天找。行吧，那我们俩先回去了。你们怎么还急哭了？没事儿，我跟哥先找，你们先回去，有什么我们电话联系。那小心点啊，回去吧。走。你又喜欢贺子秋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为什么哭呀？我命不好，真是个邪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子秋小时候啊，特爱吃面，他。承受着。哟，我闺女。哎，小娟是吧？啊！子秋跑出去了，你别急，你是什么意思？